小品的姐姐看到玄丝偶，她其实可以做出一些很有趣的细致的小动作，而且这些细致的小动作反而是真人演员他比较没有办法的。你们要开灯吗？现在又是不用。哦，不用不用。因为我等一下马上就要放下一页，麻烦你跑一趟，不好意思。对啊，然后大家已经可以看到亚伯特先生他做的一些创作，我们一般都觉得偶戏是很快乐的。他刚刚比如说大家对那个独角的老先生应该印象还蛮深刻，那亚伯特先生他自己有讲，他会做那个创作是因为他曾经经历过战争的一些创痛，那他做那个作品其实有很大的原因是他开始在反思战争跟人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对于国家来说，战胜的国家，他可能觉得经历一场战争，他得到的是一种荣耀或是领土的获得。那战败的国家呢，对他来说，他可能是一种失败，可能是无颜见江山父老。但是对亚伯特先生来说，战争其实对任何人都是没有好处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老兵，他从战场上回来，他失去了一只脚，他没有维生能力，所以他只能一个人很孤单的在街头上卖艺，然后卖艺，可是风中残烛，不会有人继续去关心他。那亚伯特先生觉得，为什么要用偶戏来表达这个部分？因为如果真的活生生把一个腿断掉的人搬到舞台上，就把他裤管拉起来给你看，说战争有多残忍，你可能会因为觉得，好恶心哦，我不敢去看到这个很残酷的那个面相，然后你可能会拒绝去跟他沟通。可是透过戏偶，他多了一层距离感之后，你会开始去想说，为什么那个老先生缺脚，一个人在街头上这么辛苦？那他透过戏偶的表演方式，他有一个距离感之后，反而在你回到家里面，你看完这个演出，你可能自己会心里面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出现。那刚刚提到亚伯特先生呢，他其实一开始并不是学操偶的，他其实是在剧场里面做舞台布景。那在做舞台布景，我觉得这个经历对我来说很像皮诺丘，很像那个小木偶历险记。为什么呢？因为亚伯特先生他在做舞台布景，然后看到那些舞台布景做剩下的废的木料在旁边，他就看那废木料，觉得好可怜哦，好像他童年里看到那种战争，然后过后被人家丢在路边的那些，像刚刚那个流浪汉，所以他就把这个木头捡起来，想说我可以拿来做什么呢？一块废木头一定有它的用处啊！他就看那个木头看了很久，然后看了一阵子以后，他突然看到那个木头里面出现了一张小丑的笑脸，他就照着他的那个浮出来的笑脸，然后赶快把它刻下来，就刻出来了古斯塔夫小丑。等一下，我就是要放古斯塔夫的那个小片段给大家看。那这个小丑被他创造出来以后，可是亚伯特先生说，其实从来不是我创造他的，而是他要我，他告诉我要怎么把他创造出来。所以其实那个小丑对亚伯特先生来说，已经有某种他的个人意识在里面。那他们的表演也呈现了这种人偶同台一些比较特别的操偶师跟戏偶之间的关系。